在王者大陆中部矗立了千百年的长城，将肥沃富饶的河洛平原与神秘无垠的云中墓地分割开来。多只骁勇过人的守卫军驻扎在此，守护着帝国的边境。而今夜，花木兰小队将迎来一位不速之客。举杯邀明月。对影成三人。你是说昨夜你来找苏烈将军喝酒，可是迷路了。我向一位陌生人问路，结果和他相谈甚欢，便和他把给苏将军的酒喝光了。我的酒壶呢？酒丢了，是被偷了吗？和你喝酒的人是谁？酒壶不要紧，只是那位朋友。竟敢在我眼皮底下偷东西，我一定会抓住你的。目前看来，那个和你喝酒的家伙嫌疑最大，你快想想他有哪些特征。他话不多，但剑眉星目，面容俊俏。队长，我没拿。他的身材似乎没有这么高大。那到底守约换了新酒壶。什么鬼啊，这是我新买来做饭用的料酒。最爱吃的红烧肉用的。我去厨房。哥！玄策，你干什么？有什么冲我来？不关我哥的事，都是我干的。可是那个人酒量了得。妈呀！怎么呀？不是他，而且他神出鬼没，步伐轻盈，掠过沙漠却不留痕迹，就像一只猫一样。怎么了？是谁家的猫？谁家的？这把猫炸了你啊！所有人都在这儿，还有人没审的吗？不知道。不行，我觉得答案已经近在眼前，一定是错过了什么细节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昨夜确实曾和对方互留姓名，就写在这纸上。没写完就再打了。应该是花字吧。剑眉星目，神出鬼没。而且你还去过案发现场，才是嫌疑最大的人。就是你啊，自己嫌疑最大还怀疑别人名，很可疑啊。你们干嘛？造反了。李白兄，我正在找你呢。这酒壶是你的吧？这确实是我的酒壶。难道昨夜我是和你一起喝的酒？没有啊，我是在回来的路上见到的，还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，崴到了脚。这就破案了？酒壶找到了，人没找到。也罢，人逢知己如落叶聚散，能否再次相聚，全看的是一个缘分呢。宿醉，好难受啊！哼，居然怀疑本猫，早晚把你们炸成黑锅巴呀！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，和他们好好相处吧。真的不能和大人一起冲锋吗？记得做好对守卫军的记录。生活终于对本猫动手了面儿。
在长城守卫军里，花木兰是一名严格的队长。集合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他所带的队伍向来以训练艰苦、纪律严明著称。坚持住！快跟上！但是很少有人知道，队长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爱好。可怜的小家伙。今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宝树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队长，这是我们的新成员。什么？那欢迎加入长城守卫军。守卫军，这句话我们都听过。欢迎加入长城守卫军，欢迎加入长城守卫军，欢迎加入长城守卫军。没错，我们其实都一样。不用谢我，互相帮助是守卫军的传统。饭还没好吗？锅坏了。谁来修一下锅？这是我哥祖传的锅，还我哥原锅。啦啦啦啦，哎，每天都要照顾这么多活，也没人能帮我。你想帮忙？我呀，平时也没什么爱好，就喜欢养点花花草草。这得装到什么时候呀？有没有好心人来帮我一下喵？好吧，去试一下。谁干的？
院方的，花也是方的，连锅都是方的，这还用个鬼啊！盾山当初设计出来是为了修缮城墙，它好像只能做方形的，现在怎么办啊？只能这么办啊。盾山，好，盾山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擅长的事，有时候只需要换个方式就好了。该让盾山把你的尾巴也修成方的。看我先把你脑袋建成方的。喂，车坏了，谁能帮忙修一修吗？不要！欢迎来到新一届长城沙地越野赛的现场啊！这项赛事的宗旨在于提高守卫军在和平时期的竞争力、危机意识。好，此刻参赛的选手们正在起跑线前摩拳擦掌、补充能量啊！为了赢得此次比赛的胜利呢，做着最后的准备。各位选手现在已经站到了起跑线上。首先呢，裁判伽罗现在已经就位，比赛即将开始。等一下，座山是怎么了啊？难道发生故障了？但伽罗已经做好了信号发射的准备。比赛开始，花木兰冲在了最前方，她的身后是苏烈，后面是凯和百里玄策。盾山和沈梦溪居然还停留在起跑线上，盾山依旧在前后摇摆着身体，并且幅度越来越大。这真的坏掉了吧？该不会爆炸吧？炸了，盾山真的炸了。不对，爆炸的不是他，莫非是沈梦溪？他将自己炸向了天空，他起飞了，他变成星星了。很可惜，让我们把视线转回到比赛现场。花木兰和苏烈数次超越对方，位居首位，两位选手的实力真是不分上下。凯追上来了，他截获了魔凯，他超越了所有人，定胜首位。现在的年轻人，看来还终究无法逃脱赛不过800的定律。赛程已经过半，目前位列前三的分别是花木兰、苏烈和凯。玄策因为身材上的劣势落后很多，看来冠军将在花木兰和苏烈之间产生。这是什么？让我们来看看回放。盾山居然利用惯性将自己团成一个球冲了出去，他以惊人的速度向前飞奔，不出意外，他很快就将超越所有人，夺金第一。什么？玄策居然告诉了盾山，他一口盾山一直超越了苏烈和花木兰，这实在太卑鄙了。看来不能太得意啊。玄策跳上了盾山，但看起来有些狼狈。他居然把盾山当做了独轮车。这时候花木兰和苏烈也停下来了。苏烈拿出了生物，他想做什么？绕出去了。难道他要用木飞行？我为什么居然是这种方式？两位大力选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同样方法。盾山加速了，但是玄策跟不上啊，他被卷进去了。这难道是杂技比赛吗？各位观众，欢迎回到长城沙地杂技，越野赛的现场。此时排在首位的是越滚越快的盾山和玄策，花木兰与苏烈紧随其后，而凯。现在比赛已经接近尾声了，如无意外，冠军将在他们两组之间产生。那是什么？流星？不是沈梦溪，他回来了，他正加速从空中向终点俯冲，可是他的计算好像有偏差，他没有冲向终点，他正冲向盾山和苏烈。不，这一戏剧性的转折彻底改变了场上的局势。凯将成为新的冠军，就是这个男人，这个天津的男人。鬼图赛跑的预言将在今天成为现实，命运终究会眷顾那些永不放弃的人。等等，我
我们刚说的最新消息，海外人宣布最终获胜的选手是白衣守军。之所以没有见到他的踪影，是因为他全程保持隐身状态，让我们狗血昭颜。军粮肉还有这么多呀，大家都吃腻了。哎，对了，还可以换个做法。今天的大鹏展翅是我特别改良的新做法，大家看看喜不喜欢。我在里面采用了军粮肉搭配野生茴香辅以土豆泥制成的酱料涂抹，香味浓烈而不腻。嗯，大伙是不是不喜欢呢？哇，这肉排多的都落成塔了。这原来是富贵花啊，我还以为是朵牡丹呢。这只熊开心的都跳起了舞。没想到普通的食材也可以如此酥脆。那么大家就试试看吧。做的再好看不也还是土豆军粮肉吗？你放开！这是我哥给我的。给你。哥跑哪儿去了？哥，在这儿。哥，你去哪儿一定弄点顶级食材回去，彻底改善伙食，得手了。谁啊？这是龙蛋吗？是啊。哎，怎么都跟过来了？我们不放心你，觉得你最近有些反常。离家出走也不选个好地方呀。谁说我离家出走？哥，你到底在干嘛？这是哪儿啊？快跑！再追来了吧，我实在是跑不动了。龙蛋跑丢了，现在就剩这个了。大师，不疼，太好吃了。你吃了也不长个，拿来吧你。没想到，饥饿才是唤醒食欲最好的办法呀。长城守卫军曾有一位将领，他身先士卒，勇武非常，凭借着自己的品格与威望，为长城带来了久违的和平。但奸人却引来魔种，意图再起战火。手无寸铁的将军为保城中百姓，仅凭一根撑木阻挡了数以千计的魔种。
来来来，喝个茶，请大家尝尝菜地里的收成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苏将军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。有时人不可貌相，怎么才能让他出手呢？嗯，苏将军，听说您当年凭着一块木头就能把敌人挡在长城之外。没想到这件事情你也知道。不知道您介不介意先露两手呢？哎，不是不相信你，我们大家想开开眼。哎，多年不练未免有些生疏了。作为晚辈，玄策也希望能向您多学习学习。客气客气，那我就献丑了。啊！为什么突然弹起琵琶了？还有那双大手，是怎么做到如此灵巧的？太不合理了！当年长城内外，双方矛盾不断升级，是苏将军最先提出用文化与贸易来增进彼此了解。当年他就是凭着这一支琵琶，建立了双方沟通的桥梁。没想到今日还能有幸听到苏将军。来来来来来，累坏了吧？吃吃老夫的瓜。瓜吃完了，走去菜地看看。自从卸甲归田之后，这片菜园子就是我灵魂的归宿。虽然辛苦，但看着菜苗们一天天茁壮成长，我不禁甚感欣慰。乱世不求封侯拜相，事到如今，菜苗又高又壮，只能直接上了。苏将军，久闻将军是一名传说中的英雄，我就是想见识一下英雄的真功夫，所以今天来这里斗胆邀请，与将军比试比试。哈哈哈哈，这种感觉还真是让人怀念啊！就让我们来活动活动筋骨吧。3, 2, 1, fight!横扫万军，咔嚓！这是什么横扫万军啊？不过机智如我，临走前，我还是见识到了苏将军威猛无穷的英雄形象。功夫是好功夫，可我实在是不明白他在做什么。他是一个英雄，当然是守护他最在意的东西。哪来的地鼠，滚出我的菜园子。一周而已，你们也太夸张了。这次不会了，我在橱柜里存了足够的干粮，也对花将军进行了厨艺特训，甚至还留了一个锦囊以防万一。各位大可放心。没错，大家可以放宽心，注意安全。都上小心了，走，大家先去厨房看看干粮。吐出来，你给我吐出来。众人听令，玄策打猎准备肉食，好，沈梦溪生火，苏将军洗菜，断山激动，还食材，那么就这样行动。是。嘿嘿，食材来了，新鲜的。水温如何呀？舒不舒服呀？没关系，就算没有肉也难不倒我。起锅烧油，然后油热下菜。
怪，菜要控水。啥叫控水？哎，管他的，下一步是加入适量酱油，可以用来提鲜。适量，哎，多加点味更鲜。一勺盐，一勺，不要在意。接下来，加水炖煮，水质断生。最后，大火收汁。沈梦欣，火火太大了，燃起来了。果然不行了，但没关系，我还有最后的锦囊。锦囊呢？哎呀，那是什么呀？天哪，是锦囊！难道是刚才起火被烧掉了？天哪，完了！我回来了，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！看来你们还真用到了锦囊。锦囊还没来得及看就被烧掉了。那你们，哎，苏将军呢？应该在果园吧？火车到了，燃起来了！都去抢水，快！无粮食，可寻苏将军菜园。你们兄弟还真有默契啊！几日前，顿山到访，向我寻求做梦之法。自古关于梦境的记载千姿百态，但机关人无欲无求，无望无念。关于他们做梦的记录，压根就没有嘛！远古科技说明出梦大全，机关人语录能找的都找了，哔哔修修哔哔修，就连机关语都学会了，还是没能找到让机关人做梦的方法。到底要怎么办才好？顿山，从古至今。从未有机关人做梦的先例，若此番尝试成功，将会是你此生唯一的梦境体验。现在一定很兴奋，那是当然，我们的计划天衣无缝。不要慌，不要慌，道具组噪音，表演组准备上场。什么坚持不住的？你死了！
不好！盾山，盾山，别害怕，我是队长。乖，队长在这里。机关人无欲无求，无妄无念，自古以来并无助其做梦的方法，可若真的有了做梦之法，你们安静一点，一切便不一样了。又不带我去，听话，这次的侦查任务很危险，你就在这里乖乖等我。你快去吧，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。还是和那时一样，
曾经静听国的土地已经遗忘了他的梦，守卫军这些家伙霸占我的领土，我守护的匕首早已饥渴难耐，唯有鲜血才能平息他内心的愤怒。看我的吗？我好感动啊！等等我呀，师傅！我去，别这么快！师傅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下去没完没了，必须尽快收掉。我每天都在想你教我的招式。哎，对了，我偷偷留下来哥哥做的宵夜，你尝尝。玄策，我特地来此，就是要教你一课。好的，师傅。任何时候都不要放松警惕。好的，我记住了。First Blood。啊，还好我有备案。这啥呀？这是？你不要过来呀！来得好，今日你我决一死战。神出鬼没的异乡人，竟敢如此轻视于我。隐身干嘛？神经病啊！吹不开。嗯。现在向您汇报长城守卫军的近况。虽然大家还是很不靠谱，但是也有认真工作。除了玄策，哇，好香！大漠水产稀缺，小萌新，好好享用这难得的美味。谢谢守月哥，我开动了。不许把配菜剩下啊！吃蔬菜，不如吃点鱼中和一下。不行不行，鱼肉中间夹杂蔬菜的味道是对鱼肉的亵渎。
饿死我了。终于，接下来，是我吃了。这什么鬼东西？哥，还有没有什么吃的？海里玄特！醒了。不用歇边儿，哥哥我家有时间，这边就帮你改一改烂草。你可得加把劲儿啊！李信大人特意叮嘱过。哎，为什么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？啊！什么事？你不要管呀！我自己啊！不用谢，哥哥我今儿也刚好有空，帮你突破突破体能。给我等着！些阴阳怪气的招数，敢不敢正大光明的决一死战？打就打，谁怕谁呀、啊？海里玄特，受死吧！怎么这么长？你们两个，给我适可而止！军营内不得打闹，你们是不拿军纪当回事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刚才出手重了吗？说错了，他就是出手没轻没重的。你输了。不好，玄策发狂了！你哥哥我眼疾手快，你哥哥我也不慢。不准吃晚饭！又加餐了，这下怎么办呀？肚子好饿呀！只有这个了，我私藏的大棒骨，一起吃吧。玄策，快点吃吧。只能吃一口。好。玄策，你这大棒骨是哪里拿的？跪着你啊！什么戏？现在分配任务，玄策、沈梦溪负责城墙防务，守约与盾山负责后勤保障。是。那我呢？你的任务是，对，休假。休假？好了好了，大家没有问题就原地解散。队长刚刚对我的态度貌似很敷衍，而且毫无征兆的。为什么休假？而且只让我休假？难道爷爷的前兆？为什么是我？一定是我那些表现引起了大家的不满。是守约，
不行，现在认输还太早了，我不想失业，不想流落街头，我觉得我还可以抢救一下。守约能做，我能吃，凭借这份羁绊，相信他一定会让我留下的。我只需表现得真诚一点。喂，要帮忙吗？你不是在休假吗？来厨房干嘛？刀工不错，或许你这里你不需要，你快走吧。用不上。什么？你守卫军第一暖男都不要我？那我是真的失业了。炸弹固然危险，但我最不缺的就是勇气。只要能留下来，这一点危险算什么？看来引线还要加长。不用怕，我来帮你们点。放心的交给我吧。那个，我一定可以做些什么的。没有人需要没有人在乎的人生，就好像浮萍一样。不，还不能放弃。至少我还能站岗，守卫长城。浮萍都要长城了！什么？你们苍蝇都在不是？我们前两个月终于有人做了。看来长城已经不需要我了。我还是收拾收拾行李，自己走吧。再见了，朋友们。长城快乐！虽然你失去了过去的记忆，但往年今日却是你与大伙相遇的日子，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天当作你的生日。凯，生日快乐！原来在他们眼中，并不是一个不合群的异乡人，是亲戚的家人。我该怎么办？是不是该表示表示？不能再让大家误会了。我说回家吧，给钱给钱。再见了，苏烈。我绝不允许你离开我！不！再见了，苏烈。先生，欢迎，买点什么呀？我要的东西到了吗？到了，还是没到呢？老板，老板，我们要的东西到了吗？苏将军，你也来购物啊？对啊，对啊。这个，谢谢老板，我赶时间先走了，苏将军再见。看他这茂盛的毛发，果然很管用啊！很快，你们也能重新发光发亮。
这个才是他的呀。特选长安进口萨马尔罕百年传承珍贵药材，用于摆脱毛发太多的烦恼。哭了，不妙啊！去！这什么破拖把机？用了以后一根毛没少，还又长了一堆。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撺掇着我买，我能成这样？退钱！我觉得挺好的。除了他，剩下的生发剂放哪儿了？快给我也试试。都用完了。烦死了，毛太多，炸弹都没法造，还遮挡视线，打乱了我生活的平衡。苏将军，你压我头发了。你们呢，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。都怪你，我攒了3个月的钱买了个罪受。要不是你着急催我，我能不验货吗？那就再攒3个月吧。至少我们现在知道它为什么被称作生鲜水了，对吧，苏将军？其实也不用等那么久。正版周边吗？纯手工。这俩大的不要，其他的我都收了。价格上，我们不要钱，只要长安神仙水就成。脱发剂还有，生发剂却断货了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秀发一去兮不复还呐。还有其他人的吗？大一些的有没有？今年晚会的表演难度很大，所以全员立正，让我们热烈欢迎本次演出的指导。没有呀。好久，为了叶雪上次的耻辱，费了好大劲才潜入进来，没想到又碰到这个酒鬼。糟了，你是何人？你对李白做了什么？白斩千杯尽，未见知音人。知音传情。知音，知先生，麻烦让一下。知先生，大家都在等你，把这个酒喝醉了。没有你，那演出怎么办呀？知音。
陈先生，你是李白的朋友，想必也是特有文化的，就你了。啊！这位是知先生，现在由他来担任本次晚会的艺术指导，大家欢迎。你特别厉害吧？看看这帮对我毫无防备的家伙。知先生，你觉得我是用哪样兵器比较好呀？好什么？你们这到底是准备什么节目啊？还带着兵器？重战曲！你们难道不知此曲来历？当然知道，是那位失去疆土的王每次进宫前都要奏响的乐曲。既然如此，难道你们是在嘲笑他？不，我很欣赏他。虽然因各自立场不同而为敌，却都是为了各自故土而战。听说他超级厉害，有机会的话真希望和他比划比划。是，兰陵王可强了，而且对徒下属特别的好，就算是你那破刀具也不可能伤到他的。没比过哪知道。我觉得若不是家国仇恨，他也不会执着于复仇吧。本山说这是大家的节日，希望音乐响起时，在沙漠另一端的他也不那么寂寞。并不是我心软了，只是何必辜负这佳节呢？对，过节嘛。好，那就由我兰知先生亲自教你们如何借鼓入阵曲。看到他总让人想起一位故人。兄弟，又要不辞而别吗？你不是原来是被你摆了一道？我不是，我没有啊。接着，人攀明月不可得，月行却与人相随。蓝兄，我们再战300回合。人一爆炸的喵吗？小小回忆，是你坚定的话语，温暖我流离的心。
破译，雨幕中谁和谁接而相遇，只剩一场随机编排的剧情，心从沙漠里的